现在坐在台商开的鹿港小镇 Bellagio， 往对面的鼓浪屿开。对面是金门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地方。OK。码头在那边。对，然后就直接就看到金门了。对面是金门呢、啊。我们都没有去过那。等一下，是我们到从金门到。对面是金门啊，这边是厦门，这边在一个树荫之下，非常凉快，凉风徐徐，我们都很想要马上就去金门过一夜，临时起意，可是还在讨论当中。啊、哦，这边是海岸线。哦，这边真的是很像 LA 的 beach。好长的一个海岸线，这个风好像从冰箱里面吹出来的感觉，好舒服哦。